母亲想得高年年龄呢。阿妈了，去说当领导。那他下了，那真的给谁来呢？送汤的。俺家的媳妇，俺来妈妈，你干啥来？你没事？他开会了。你这个人怎么了？现在都吃什么了？他你个人吧，其他都省点。我又干嘛呢？哎，你可刚在这里？哦，你就先弄的满仓家嘛，多咋些个呀？哎，阿姐，你把小姐接。阿姐，俺娘你妈你疼你呢？你妈你在干啥？阿姐，这谁你妈的个？谁中国人？老几开也没得，娘不是把这个。